好，我用翻就先嗰個嗰間屋嗰個經文啊，嗰間屋記唔記得？神係掌管一切嘅，冇人能夠逃脫嘅。咁呢個亦都係我自己一個好大嘅動力。點解我會處理生命，同埋我會唔俾任何人影響我，唔受人影響？就係因為我深信我行曬神嘅路咧，神係知道，神係掌管一切。如果有人侵犯我，其實佢慘過我嘅，即係我會咁樣諗。我唔會覺得我損失咗啲乜嘢嘅，因為我覺得神會俾翻曬我嘅，所以我唔會。即係我唔會反覆思想人嘅唔好，我就會反而我會諗啊，其實佢都好慘。咁我知道一切咧喺神嘅手裏面，神一定我行神嘅路咧，我一定係蒙福嘅，即係個心就好輕省嘅。好啦，咁呢個第一點咧就話神掌管一切，冇人能夠逃脱。咁我就大家去思考一下，就係你喺個心裏面。會不會深深相信這件事呢？即是真的相信呢，神是掌管一切的。我們一起讀一下詩篇24篇一節，地和其中所充滿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間的，都屬耶和華。還有啟示錄2章23節，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，並要照你的行為報應你們各人。第一個經文，地和其中所充滿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間都屬耶和華。那這句經文我們又看到什麼神的屬性啊？我們查經的時候都去看看神的屬性， 有些什麼看到神的屬性啊？地和其中充滿的，即是地和一切的生物啦，所有的一切的東西，一切的人，一切的屋，一切的財富，世界和住在其間都屬耶和華。看到神的什麼屬性啊？創造。創造，是的，一切都是他創造的。除了創造之外，還有呢？一切都屬於神。是的，屬於神的，就是說呢，屬於神，就是說一切在他的掌握裡面的，是不會走雞的。他有權給任何的東西我們的。即是我們由一個經文裡面去明白，對於神的認識，祂是一切可以給我們的。這樣的時候呢，會令到我們有什麼信心啊？對於神蝕底少少不怕的，是蝕底少少不怕的，即是神會給回我的。總之我走在神的路呢，就擔保好的，就還有呢，千萬不要想著走雞，實沒有走雞的，即是不會走得甩神的手的。咁，走咗添，呢個唔係走雞，走。OK， 好，好啦，咁第二個經文啦，啟示錄2章23節，我是察看人肺腑心腸的，並要照他們的行為報應各人。嗱，察看，我哋去思考呢個字啊，察看，即係你想像個圖畫啦，察看。想察看即是怎樣，同埋點樣察看法咧？檢討自己嗰個。唔係呢個係邊個啊？呢個係個我字係邊個啊？係神啊！佢會察看，即係點樣樣啊？觀察。係啦，佢會觀察。咁我哋又諗喎，哇！神咪好唔得閒嗱，第一啦，第二咧，神能夠乜都睇到曬，即係。全部看到曬，哇！乜都看到曬。有些人就會質疑啦，係咪神真的看到曬？但我哋從神的能力，我哋其實咩嘢都看到神的能力嘅。我哋由自然界到神嗰啲創造嗰種微細啊，嗰種奇妙啊。我哋由神點樣醫治我哋、安慰我哋、多次幫我哋，我哋睇到神好真實嚟到我哋身上，好真實。咁所以如果神能夠咁樣，我哋有咩罪呢？他又不會給我們走雞的，即是他實會追著等我們知道我們的罪。當你行神的路，親近神，神又不會走雞，他將喜樂給我們的。所以看得到神真的一切都是他一切都看到的。大家有沒有譬如說你想回了 我譬如你坐到聽到，或者現在坐到這樣，你會不會有時忽然間，現在神在看我的心，
或者你想罵人，神現在看我的心，神有一次給我一幅圖畫 去明白這件事。現在我們不是有屋頂的，是不是到有一天其實我們這一幕又會 重新出現，在審判的時候有很多人去過天堂，他都是這樣說的， 他一生就重播啊。咁咧，重播嗰時咧，你好似而家又坐翻呢個位置喎。不過咧，同而家唔同咧，就係個天開咗啦。跟住咧就係有神啦、天使啦，同埋好多人信同埋唔信。即係我就覺得信同唔信都全部喺曬度噶啦，全部個個都喺曬度。咁咧，然後咧就會神咧就會顯出啦，你嘅心裡面係諗緊啲乜嘢？你嘅心裡面咧係一路聽到嗰時咧，你係博道啊？博反博啊，抑或你一路聽嘅時候咧，一路個心接受啦，同埋咧行翻咗屋企之後有冇行出嚟啦？即係嗰陣時咧，真係覺得好覺得佢察覺到啊，佢真係察看我哋嘅心腸肺腑啦咁。咁我試過神俾我呢個咁嘅意念，咁我就真係會諗啦。嗱，譬如我舉啲例子俾大家諗下，去有啲地方食嘢咧，就佢咧就會俾呢個泊車優惠嘅，咁我哋有揸車啦，泊車優惠。咁咧有時咧，我哋未夠錢喎，嗱，譬如話個錢咧係足夠一個鐘頭泊車優惠，佢咧就會俾張單我哋好多錢嘅，嗰張單係幾咧？可能泊夠兩個鐘頭嘅。咁我咧就會諗到有一日咧，我哋審判嘅時候咧，呢件事就會供出嚟啦。我真係會咁諗嘅喎。咁我就會同嗰人講：你俾翻我哋嗰張單我。嗱，除非有啲情況咁嘅，那個數目一。即係差不多了，沒有分別的，多了一些，但是總之你去換的時候多一個小時，那我就不會出聲了，免得即免得麻煩人了。但是如果我是會有利益，那我就會想到有一天去審判，就算這些情況都可以被審判。那我呢就我也試過這樣的情況的，那就搭地鐵啦，我就兜去那裡做一些事，跟住我唔出地鐵咧，我又兜翻轉頭，我又諗咁樣神會唔會話我欺騙咗咧？我就會走咗出咗閘喎，就翻嚟喎，因為我唔想因為嗰一啲錢咧，神將來問我啊。咁我發覺一樣嘢，原來唔可以即刻入翻嘅，要等嘅，要等一陣先啊，入得翻。即係我意思即係話，譬如報税啦，我又會諗。我有冇報少咗咧？咁我寧願報多一啲嘅，因為咧有時做牧師咧嗰啲税咧同普通人又唔同嘅，因為我有時收到錢咧係冇人知道噶嘛。咁我又會咁樣諗嘅，即係總之咧嗰啲嘢我試過咧，知係咪有可能有啲數目我唔記得啦？咁我就寧願俾多啲。咁我覺得咧就唔會蝕底嘅，即係神咧會俾翻我嘅咁。咁呢種嘅心態，即係我用一啲舉一啲例子啊，即係我會諗到神會睇我嘅生命啦。咁我都希望大家都會咁樣樣去睇生命，因為我真係好，我對於神嘅話好有好認真，我真係知道佢話咗一定會做。我亦都成日睇啲見證嗰啲人點樣見到神啊，上到天堂啊，我真係知道。咁所以咧，我嘅心裏面咧就係神啊，你幫我啦咁。咁譬如有時我太太都提我一啲嘢嘅，點樣改善啊？咁我又會話。我怎樣改善呢？就是我多謝太太，我太太很好的，她很問我，我跟你說這些你會不會覺得不開心啊？你不開心我下次不說給你聽了，我說不好啊，不要緊的，她說會不會下一次你又見到我的反應，會不會下一次你不告訴她，我說我會告訴你的，就是我依然會告訴她，我意思就是我要開心接受她給我的提議，因為這個是我生命的提議，我意思即係話，我生命裏面任何一樣嘢，我都唔想，因為呢樣嘢將來到審判嘅時候咧，神就問翻我，咁我啞口無言。大家有冇 有時咁樣諗法？即係呢個咧個觀念就係冇走雞嘅，係你唔走得雞嘅，你一定要面對神。所以我咧做嘅嘢咧，我係要見得到神啦。咁我唔係話我真係100%一定全部做到啱曬。我係我當我一發覺我個良心裏面有提醒我，我即刻就會做啦。即係我費事。將來，因為我覺得咧，嗱，我覺得咁嘅。第一，我啲錢咧唔會用曬嘅，即係我哋唔會到臨死嗰陣，哇！真係用到最後一毫子咧先，即係唔會咁樣嘅。我依家少咗啲錢咧，唔會蝕底咗啲乜嘢嘅，即係
我寧願我而家俾多咗，好過我將來神問翻我，你爭咗人啲錢喎咁樣樣。大家攞唔攞到我的意思啊？好細微你諗到，即係好似我哋咁諗，好細微。算啦，你諗住算啦。係啊。點解我會咁細微呢？因為咩啊？係冇咩啊？冇走雞啊！冇人能夠逃脫啊！因為聖經話咗啊嘛。我是察看人肺腑心腸，並且照你的行為報應你為國人。還有我是很驚訝，有些人他們侍奉神都會做一些不好的事。譬如那時候我曾經試過，我們有一個教友，有一個女教友，她就告訴我有個牧師就經常去她家教她英文。我說為什麼她會這樣做呢？那我那個有機會跟那個牧師傾偈，我話點解你會去人哋嘅教，即係人哋嘅牧師，第二個牧師嘅教友嗰度啊，去成日去教英文。佢話我係出於愛心。咁我提佢咯，我話不過你咁做，你唔好有咁心，就好似將人由人哋嘅教會度攞走，因為呢個係唔啱嘅，唔應該咁做。但結果咧，這個女仔同我講，佢話咧，佢真係對我好似爸爸咁嘅。我而家咧，我去佢教會。咁然後咧，我就再了解咧，佢就話俾我聽，佢話咧，佢送佢翻屋企咧，車佢翻屋企咧，就會擁抱佢喎。哇！佢仲有做啲乜嘢啊？佢又唔好意思講。我話其實佢有不良動機嘅。佢咁樣做法嘅時候，佢自己喺神眼前都係神唔歡喜嘅。但呢個女仔唔聽我話，佢一路始終佢就即係呢個牧師，我話呢個牧師好有問題嘅，即係佢會同你咁樣親熱，佢又會啊，同埋咧佢一去咗個教會有咩改變咧？喺網上 Facebook 係化妝化得好濃，同埋咧佢見到我哋啲教友咧，佢就唔同我啲教友傾偈，即係我真係覺得。那個人真的將他的生命污染，就是我今天所說的，就是被魔鬼留地步，一路入侵，一步一步入侵。那我就覺得，就是人有時就會這樣，就是他沒有想到去察言，就是神會察言人的心腸肺腑，那就照我們的行為報應我們各人。就是他可能做很多事奉我，不過神不喜悅，這樣的時候是白做的。咁我希望今日信息即係講到，即係先我哋而家講到，即係呢種神察驗，我冇得走雞嘅，令到我哋有呢個動力去處理生命。OK， 啊，即先有個問題咧，就係話咧，聖經有講到，就係話我哋所做嘅事咧，不再被紀念啊，我哋嘅罪啊，投於深海，踏在腳下。嗱，到底呢啲經文係點樣睇咧？其實對於審判嘅時候點樣樣咧，我哋係唔肯定嘅。到底有兩個可能性，非基督徒就肯定就是他們什麼要供出來。因為聖經其實兩種經文都有講，他說凡人所說的閒話，就是審判日子句句都供出來，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，又要憑你的話定你入罪，即是說定你為義又供出來，定你有罪又供出來。還有聖經也有講到，他說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，還有呢我們所有的東西就會顯露出來，有火試驗，這個哥林多前書第三章有火試驗。那到底基督徒審判的時候有兩種可能性，一個可能性就是只是 show 好東西，就是你的好東西就 show 出來，那些不好的全部耶穌遮蓋。另一個可能性就是好東西和不好東西都 show 出來，不過就不好的就赦免，好的東西就賞賜。咁咧就兩個可能性，咁當然我哋就希望咧就唔好嘢嘅就唔好 show， 淨係好嘅嘢 show， 咁咧就到時咧淨係賞賜，咁我哋就好開心啦，即係我哋希望係咁啦。就總之耶穌全部遮蓋曬，咩都冇曬。咁另一個可能性咧就 show 曬出嚟，然後咧先至赦免，即係 show 完先赦免。咁我哋梗係希望嗰啲唔使 show 啦，唔使 show 咧就唔使醜一次嘛，即係以前點樣醜過，做過咩，犯過咩罪。我自己就覺得咧，其實兩種經文都有講嘅，呢、這個就係一個啊點樣去一個啊點啊 balance 啊，點樣揾出一個平衡點啊？到底係結果係點樣咧？
因為在這件事上你可以這樣說的，踏著腳下投於深海，就的意思就是說是始終會赦免了的，不過呢 到時都show出來，他只是說最後結果不再紀念，即是這個不再紀念可能是最後結果，不是個過程不被紀念，過程都有的，但是到時呢就 會赦免了。其實經文是有兩樣都可能的，一個可能就是說要供出來然後呢就得到赦免，我都當然希望啦，即係我哋個個都有醜怪嘢噶嘛，呢度冇人冇醜怪嘢嘅，即係你全部老細出嚟，梗有啲醜怪嘢噶嘛，係咪？我哋梗係希望唔使露出嚟。不過如果真係咁嘅時候，我哋就啊神啊，我以往犯咗罪，我唔能夠改變。不過我由今日開始，我可以盡量去處理啲罪，盡量行喺神嘅聖潔裏面。咁咧，將來神就會話啦，稱讚我啦。你以前好多醜怪，不過而家你越嚟越少啦。咁神好歡喜，即係因為聖經有講到要被火試驗，咁試驗咧，即係話都會將嗰啲唔好嘅燒咗佢啦。咁到底係點樣樣咧？我自己我都唔肯定，因為聖經冇絕對嘅講出嚟，到底係點樣供法？但係我係會活著，係好似佢會供一樣咁樣活法。等我將來唔好，因為始終聖經係有講到神係會審，佢會察看啊嘛，佢會察看，即係會睇到。看到的時候我總之就算現在神看到都是不好，我不想神看到，即是有些不好的我不想神看到，我想真的潔淨的。